要下这种大鸡巴。你看他企鹅会在里面这样游啊游啊游。哎呀，叫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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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不要摸摸？好可爱哟、哦！老婆，今天是让妹妹初体验。哇，然后甩毛在干嘛？玩耍。其实他其实胆子蛮大的耶。对啊。而且我们今天穿亲子装哎，是农历。走下来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白沙湾了，也差不多玩结束了，玩到太阳下山。对，太阳下山了。看他教练他的小孩在这边哦。都要把玩得很开心呢，还在玩。对啊。可是发现这边人还是好多。很多啊。都还没走。看，等一下我们要去冲一冲。对，冲一冲，然后去吃。对。哇。虾子大只吧。很大，而且还有龙虾。这一间是教练带我们来的，对，他叫阿三哥，在地人会来吃，对，价钱算是蛮公道的，重点是吃起来的海鲜都蛮新鲜的，而且它对面就是渔港啊，新鲜哦，很鲜甜。然后啊，我们自己来，然后点的龙虾，都是点我们爱吃的，还有凤梨虾球，还有一只鱼，好不好吃？来吧，他吃了第二碗饭的。龙虾超嫩的，妈妈吃得很爽。哇，妈妈雇两个小孩还可以吃龙虾耶！哦哦哦，好爽哦！两只洗完澡了，一起喝妹妹。对，来来来，拍照拍照。为了来吃台湾的馒头，每次都会来，每年都会吃哦，去台东啊，肯定都会。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来了耶，对不对？阿公，嗯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海生馆，好，要看很多动物哦。妈妈妈妈，你要玩吗？为什么不要？看。好多小朋友在玩哦，你会怕吗？怕水水。哦，你怕水水哦。妹妹，你看，珊瑚。妹妹。好，各位，乖宝呢？已经累了。他七点就起来了。对，中午都还不睡哦。他刚刚一直撸。你这样看不到鱼哎。有看到鱼吗？他就往生的。那我们等他精神好的时候再问他，看来记不记得。我来过吗？不过妹妹精神很好，我妹妹很开心哦，看得很开心、哦。他第一次看，很兴奋。哇！我们在隧道哎，你看那边好多鱼哦。还在画画，来吧，有看到白鲸吗？有啊，他有看到啊，超可爱的哎。他很想睡觉，可是他还是把它看完了。妹妹，你也在画画？耶！老婆，这企鹅馆也太多企鹅了吧？对啊，哇，好近距离看哦，你看他以为是鱼哎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哇、欸！你看它企鹅超多只的，好多哦！你看它企鹅会在里面这样游啊游啊游。仔宝，你要不要站上去？不要。不要啊？要不要抱你？不要。嗨。嗨。好可爱哦！哇，这里也是。妹妹他们都靠过来了哎。你说你说嗨。他其实是在开心的，对，真的啦，你看好可爱哦、喔，妹妹在走路哎、欸。好的，我们逛完了。对，我们来海生馆结束了，而且现在五点多哎、欸，好快哦、喔。太阳还很大哎、欸。十二点多逛到五点多，蛮厉害。还蛮厉害的，你看断电了。
上来拿玩具，妹妹睡饱了。妹妹睡饱了。你在看什么？在看这些嘞，看这个。他睡了一个多小时，很厉害哎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结束海生馆之旅呢，我们会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去屏东呢，算是一个礼拜走一次的夜市。听说那边比垦丁大街还要平价，平价一点。看看它的价位到底如何？好便宜哦。地瓜球。现在到恒春夜市了，你看这个价格，可以吧？还可以。有夜市游戏耶。妈妈要开江江哦，好不好？你要给妈妈加油。哎，加油啊！要拿娃娃哎，最后一局了，加油啊！哦，鲨鱼要不要？哦，谢谢叔叔，妈妈得到鲨鱼。没错，很久啊，可是这个比较好。好便宜的寿司哦，十块钱哎。春夜市的人真的好多，阿姨一百个，他一杯。买了杯港式冻柠糖，嘿嘿。他这边的饮料就是50元。哎呀，酸酸甜甜刚刚好哎。他泡之前，他会先把那个柠檬压一压。想要喝啊、哦？你不能喝哎。看到了。好像之前要来垦丁大街的时候都要买香蕉煎饼，垦春夜市也有，价格还可以的，还可以。那你买哪一个口味的？我想要买香蕉煎饼，买烤鱼。一只多少钱？70哎、欸，很便宜哎。来玩套圈圈。欸、我觉得你比较厉害，应该有点套。来吧，要不要套？一次一个，你也想玩吗？好厉害哦！哦，欸、他很厉害哎，很厉害，差一点哎，一块四条，竞标哦，我报工250，250个你接打卡没有？你看妹妹，她看到了芭乐，是我们刚刚夜市买的芭乐，还蛮好吃的哎，芭乐，这个是地瓜球，我们地瓜球呢，我们吃了好几个，它的地瓜球蛮大颗的、哦。就还可以，然后生意很好。关键，因为我们其实刚吃饱才去夜市，对啊，但是好多好吃的哦，超多的哎，都在这吃夜市。但是我们已经吃饱了，所以各位啊，你们可以去夜市吃，但是因为很热，所以你们可以买回来吃。这样子50元。喂、欸，这是弄吃的，可以吃。哎呀，叫妈妈，哇，棒哦！叫妈妈，妈妈，哇、哦，这么大力哦！叫妈妈，妈妈，好棒哦！吃东西前的仪式就是叫他讲话、欸、我跟大家讲那一间呢就是没什么人在标蛮可惜，但是他的东西比较少，可是呢那个老板很会做生意，人很不错，他很会照顾小朋友，他一开始就会给小朋友东西，对，我们就觉得说、哦、老板很客气耶，所以我们就想说老板给大家标个玩具、嗯、这个是帅宝很喜欢玩，这个是300块啦，有小朋友之后一定要带小朋友去夜市呢买这种玩具，他会很开心，你看他们两个，我也要，我也要来买小布包子，你买了什么口味？我买了七彩玫瑰馒头。会烫吗？不会。那我用你的给你吃哦，好不好？跟水豚游泳。要不要摸摸？好可爱哦！你怎么跑走了？好可爱哦！小时候摸过嘞，悠悠，你看妹妹也摸摸，不会啊，摸摸，来，小宝摸摸，你看哥哥摸摸，好棒啊、哦！哦，满头大汗的小宝，哦，我、哦、妹妹也是满头大汗的，
哦，辛苦你们两个了。走，我们去敲石头，要不要？好啊。那铜币的话，就是可以换那个饮品或甜点；金币的话，就可以换娃娃、抖娃娃。哪一颗？这个。哦，这个。妹妹，你拿，你拿一个。这个，啊，这个，他说这个。阿妈请客。啊，笑。哦，阿妈请客。是妹妹选的。加加加。敲耶、欸、是谁在动？妹妹他每次敲到手都会很开心哦、喔、那真的要玩那个敲敲敲耶、欸、哇帅妹妹我们要去看小只的水豚、啊、跟你一样小小只的这边是小只的水豚哇你好棒、喔、哇哥哥分你耶妹妹你说谢谢谢谢说谢谢谢谢谢谢、嗯妹妹，你要爬去哪里？妹妹说：“来来来。”妹妹说：“哎呀。”嘿嘿嘿嘿。